你怎么又把这身衣服穿出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还来救九妹子他们？九妹子他们在里头呢。刘胜男他们也被抓了。金海湾呢？你上哪儿去了？啊！你跑人的劫他上哪儿去了？ 哎，石头，哎，放开我！你带我上这儿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老后悔了？啊？心里头是不想咋就那么寸那么巧就撞见俺了？说，你俺的到底是啥心呢？张克说你靠近俺。 就是为了骗金子，把金子骗到手了，你就抱着金子就高飞远走了，是吗？是。那第一次在果子里你遇见俺，你跟俺说你要跟着俺来找八路打鬼子，也是骗俺的。对不起，石头。说是还是不是？是。 俺不相信，你为什么不相信？为啥不相信？因为你救过俺的命，你是俺的救命恩人。俺咋的活着那前就跟俺说了，说那个一个人要能救一个人，那他就是佛祖，就是好人。是的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什么清河大队的狙击兵，我是国民党军统的人。 军统是啥统啊？军统就是我不管你是从那个哪个桶里出来的啊！就算你从那个木桶里出来的，你也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认定你是好人。